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列，那么线路上出现复冰呢，就会导致这个售电工打工，那么打出这个电弧来，所以用这个铜聚碳瓦板呢，用它的这个硬度强的这个特点呢，把这个冰呢给它打掉。动车所接到指令以后呢，就会提前把这个铜基碳滑板给它更换上去，空车跑一趟，把这些冰全部打掉，把这些隐患给它排除掉。看一下我们之前这个列车运行的时候啊，这个碳滑板打冰的这个画面，那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呢，有很多的这个高速相机，货车经过的时候，这些高速相机就能够对这个列车的，那么这些图片经过这个后台的这个动态系统智能的这个分析呢，就可以自动判断出这个车体上哪些地方有隐患，图像检测系统的这个瞬间的体检，